要跟我们小朋友提醒一下，因为这些火舞老师们呢，他们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，所以要请小朋友回去不可以学习，不可以模仿，好不好？要注意安全，玩火是很危险的哈。但是呢，他们老师这个火是特殊的演出的火，那老师们也都是经过有一些防备跟训练的，就要跟小朋友们做一些小小的提醒。好，我们各地的好朋友呢，可以坐在帐篷前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还拥有歌手，包含了吴美玲以及我们非常厉害的王牌乐团，他们都已经陆续的会来到我们活动现场，跟我们一起参与今天晚上的盛会。对于他们叫天威响翼，也就是呢，在我们海内外经常演出，尤其香港、澳门，还有印尼、马来西亚，他们都有演出，甚至呢有参与我们台湾童万节啦、花火节等等，在暗黑当中的幻影舞者，他们会结合特技还有我们的特效，为大家带来精彩的火舞表演，掌声欢迎他们。
现场朋友们的掌声，加点尖叫声，给我们这位漂亮的女老师。哇，这个是非常高难度哎。我们有看过这个摇呼啦圈，但没有看过火舞的呼啦圈，非常高难度的一个特技啊。
两位国舞老师结合舞蹈跟特技，还有国舞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呈现。好看，小朋友声音喊得好大声哦！小朋友回去可以玩，可以学习吗？不可以，一定要记得。